地上是弯箭头，弯箭头是加速车道，赶快加速，好变车道，提速，好变车道，到前面就没有路了，看着没？喂，那我后面提速啊？你怎么不提速呢？提速，对，再不提速，所有车上来也换不了，你就得停车了。那是加速车道，进来以后要赶快加速，现在实线不能换线啊，等虚线的时候再往左换。四条车道，右边两条是大型货车、大型客车，左边两条是小型汽车，能换吗？能换，能换，换一个。对，要尽快。那边后面没有吗？要在短时间内，只要条件允许，尽快换到左边第二车道。第二个啊？对，提速，对，提速变线。注意看上面那个车道限速啊，它是分道限速，每一个车道限速是不一样的。看上面啊，80。哎，第二个车道，第三个车道呢是最低限速60。哎，所以它是分道限速，不是分车型限速。通常这个高速公路啊是分型限速，什么车型限速多少，但这条路呢是分道限速。嗯，你看好视镜，找机会向右换个车道，提速，先把速度提起来。提起来。现在有车啊，现在很近。提速，你先把没速，哎，没有速度你换不了。来提速，看有机会没？有。来换一个，哎，提速变线。哎，你要想换车道，之前你把速度降下来了，那就没机会了。跟上，现在车流就你间距大，啊，别的车间距都小，就你间距大，你得跟上车流。1.7公里后有距离相近的出口。别踩车，别踩车，别踩车，别踩急刹车。后面没有车吗？正在通过拥堵路段，大约2公里，预计通过时间6分钟。有点塞车了。你咋上那边啊？那边不行不行，那是个出口。那我不想跟那车后面。你现在你就走不了，你现在塞车了。小度提醒您，请注意，2.1公里后，在第二个出口靠右前方向。你看那个车道走得快，那是人家叫出口的，那有一个出口，咱们不是在这个出口出去，你进到了你前面变成实线，你就回不来了。接近路口的时候，会要变成由虚线变成实线，等它一画实线，你回不来了。你要完整看到后轮啊，嗯，别整近了。你要能够完整看到它的后轮，因为这大货车越近，你的视线盲区越大，你得适当远一点。这个时候你稍微远一点，别人也插不进来车，都你有点塞车了，大家排队行驶。你看前面那白的轿车，它走错车道了，嗯，这前面马上变成实线了，嗯，看着变成长实线了，这长实线它再不回来就违章了，所以呢，要在下一个口出去的时候，不能在这提前就靠右。前面有个事故现场，这些车都要向左变线，你注意他们变线啊，跟着车流慢慢往前蹭，别停车，别停车，哎，对，一点一点往前蹭，走。这白车要进来，它进来。摆正方向盘，对，肇事了。肇事了，刚才造成的堵塞，这车大货车，这个小型汽车一定是它走错车道了，它变线，突然变线，后边大货车停不及，给它追尾了。向右换个车道来。请小心，右在前方出口靠右前方行驶，请走右侧两车道。注意河流，看一下右边啊，看一下右后窗视线盲区。有车没？有车。哎，收点油，让他先过去。他过去以后换个车道。啊，不用换了，就这个车道行。哎，前面没有车道了，是不？他超车，他回来太早了。超车过去之后，要在右后视镜中看到后边的车完整的面貌出现，才能驶回原来车道。他刚一超过去，车就回来，这很危险。所以他这个超车很不专业，他应该也是新手。比你强不了多少，你俩是小偷遇到贼，谁被嫌弃谁。